想看什么？一次性看完够。喂，你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后我已经到香港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我马上去汇报。经理，您找我。我还是不愿意相信，你看起来这么体体面面一个人，居然会因为盗窃被勒令退学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没有。你能力这么好，却只想做个小小的船员，我早该想到了。我不是刻意要隐瞒的。我来这里之前也找过很多工作，但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没有一家公司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对于我们这样公司来说，任何不光彩的过去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信用隐患。那您的意思是要开除我？白兰，我很欣赏你，但是，对不起。对了，经理，那批货物今天早上已经顺利到港。原来是被厂里开除才来的上海，在工厂被工厂开除，读研究生还被学校开除，可见是个惯犯。就是，这是吧？我看看。原来他是。原来他是孤儿啊！难怪。看够了吗？还想看什么？一次性看完够。是我发现了你。我知道这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很重要，但对于我来说一样重要。转正的名额只有一个，你动了我的东西，我只能这样。